接近了，过年是不是吃了很多大鱼大肉，吃的太多了？过年我们开始要调整我们的饮食喽。怎么样调整呢？第一，我们就不要再吃这么多的青菜诶，大鱼大肉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要以温补的方式，然后我们叫人身体呢调到最好的状态。所以在食材方面挑选也要注意喽。给那边介绍就是。姜黄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常常吃了很多大鱼大肉肥肉，又缺乏运动的话，又多喝几杯的话，那你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。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东西用在我们平常食用的食材当中，好吧，这料理我就黑淡薄了，哎，吃了我也比较觉得安心，可以吃一点美食，压力没那么大，太好了。那今天谁来跟我们分享呢？啊，当然啦，这个一位是很会唱歌，一位是就是在这方面养生就是高手。好，我们来欢迎很会唱歌的向慧玲，还有高手很会料理很会调养身体吴明珠吴老师。两位好。嗨，请我们吴医师呢，其实本身就知道，他就怎么样调养自己，这是没话讲的了哈。姜黄，对，姜黄，哇，这其实流行一段时间了呢。流行一段时间，而且其实不是流行，我们从以前古时候就用到现在。只不过是以前人靠唔沾香的咖喱里面加有啊，大伯都爱讲咖喱加有，其实唔免。没有，在中医来讲，它本身这个姜黄就是我们比较什么郁金啊、姜黄都是属于同一科，都是姜科的，但是一个跟我赶快，它里面。那个有一个含有很大的一个成分，就是一个姜黄素。是哦，郁金，郁金也是哦，郁金是这个。那它因为它跟这个我们一般呢，我们中医用它来干嘛？你知道，它也是我们中医的中药，所以它其实是药食同源，又可以当药，又可以当我们的吃的食品。啊，咱讲哈，这讲姜黄，我搁知影讲哦，咖喱上，我唔知影向慧玲啊，你知影无？哇，我是到去年的时才知影这件事情，因为阮姐姐去年生囡仔生了，啊，阮阿姑就去，就是去市场买一些那个姜黄，新鲜的姜黄，一片一片哦，啊，回来伊就擦迄药剂，伊讲这对打生囡仔了的产妇很补。对，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哦。对，姜黄我不要跟它姜那款的搞，对对对，我不要跟玫瑰。那边好，那这颜色它就是，哎，你切好就一片一片，不然它就长得已经很像姜。我跟你讲，它可以活血啦，通瘀。然后它我买回来，对不对？那么多没有办法用到的时候，你敢不知道？我给坑在头的盆栽画出来，真的当盆景，很强，很厉害，把那画起来。还蛮漂亮的，没错，绿化家里，好，我可以来做料理了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。好，今天那边用一个洗洁姜黄，然后呢就是用那个排骨，我们要做这个紫排，就是用这个酱烧姜黄紫排。酱烧姜黄紫排的食材有：紫排十块，姜适量，蒜头四颗，青葱一根，姜黄粉两小匙。酱油一大匙，素蚝油一匙半，味淋一大匙，番茄酱一大匙，绍兴酒一大匙。好的，加点油啦。当然，菜一定要有一些油，不用太多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给大家用姜片加进来。这个姜黄，用我要调节人，伊讲个郁金，准备做郁金香，郁金素通常这个姜黄呢，它里面就是含的就姜黄素很高。哦，是啊，就是颜色都很玫红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你看，伊讲讲安尼拿水伊嘛会使食呢。它还可以加，比如说加在像我们现在人可能会喝咖啡，然后会吃那个。我是把它加一点在豆浆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要把它豆浆我可以接受，豆咖啡，咖啡我不喝咖啡，但是问题是人家说这样还不错，还蛮香的啦。可是我基本上这个不会苦吗？因为那种瓦锅贝等啊黑，这擦油剂我觉得有点苦。黑不赶快呢，这是秋姜黄。可是你看它黑起来比较偏向那种春姜黄，所以它的颜色比较深。可是这个味道我很熟悉，很熟悉哈。
可是我提上来，等下伊家己发出来，对 ，Kimi 对不对？很原味，而且你发现它磨得很细，对，这个呢，入菜的时候就是吸收率可以增加，它的那个活性可以增加。我知道这个哈，日本人其实还蛮喜欢的，没错啊。听说咱台湾金马某些所在开发的还不错，对，啊，那个是咱的 Hoki 呀啦 ，Hoki 呀，对，好，啊，你今麦跟别别连到大蒜爱瑞去吗？对，大蒜加进来，大蒜下去吗？全部都进去好了哈，好。这样比较香。好，那这个香味里，你刚刚出你选你是选秀出哦，细汉的时参加歌唱比赛，哇，高啊！哇，你不是江蕙读的吗？迄阵哈，细汉歌唱比赛会进的歌都是江蕙二姐的歌，啊，无就是黄以玲、以玲姐的歌，因为那歌就高难度的，就歹唱的。啊，那唱会好哈，分数就提高。是哈，哎，来分享，你是唱因的歌比赛呢？你是唱过几首歌来比赛？迄阵唱过就是他们很经典的歌。以前我记得娘嘛是，当时候出道的时候，这个名字也是希望能够向江蕙、黄以玲两位姐姐学习，都一个在向蕙里。哇哦！我就说嘛，为什么会有一个蕙在里面？对哇，好，那这个当中，我来那做料理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美妙的歌声？我来选一首二姐很经典的歌曲，叫做《钢琴坑几滴》。好酷啊！踮这款世间行，搭感情放一边，感情无动情嘛是自己的错。爱真正深，想要讲三两句，卡手软。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，亲像一只风吹，你哪知？不知要往倒位飞。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，比人什么卡多，无人会是最享受，而且菜味很好吃。好，我的标应该哇哦，可以回忆到一起，好听好听啦。我再点一首，点一首，再点一首。好，那既然二姐的歌唱了，当然以玲姐的歌也要来一首，也要哈。同样也是很经典的早期的歌，叫做《修不回的爱》。是哦。好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老师，你刚刚放了什么？导游歌啦，导游歌啦，哦，还有，那还有，哦，番茄酱，哦，番茄酱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，素的那个什么蚝油啊 ？OK， 好的，然后呢，再一点这个米粒，好，米粒，然后我想要放，我想要再加一点这个喽。好的，这个姜黄，好，放进去，把它打进去。那要加一点水吗？这里，等会我们再来加，我们先把这个好调味料。那我们现在一边调就可以听歌了。好的。
快一点的歌哎，不然等一下那个排骨我给你吃快扣。对啊，不会的，会啦。啊，就两天就配了，有点配啊。哦，我还注意你那个有顿点的。对，老师好强哦。不怕，我怕他那个气氛搞坏。我说，哎，你吵了，他这个时候我是很大声，刚好他到那个，然后刚好放刚刚好。会好的，假如好。啊，老公，你的歌加二姐歌，其实用一挂这个。小块灯音，然后又韵味，这个就是一个技巧。对，其实唱台语歌跟唱国语歌差别都是在这。国语歌就是有当时啊，唔免想侪技巧，就是一个感觉到了就好。对。啊，台语歌主要就侪咩咩嘎嘎诶。对，那个才会有那个溃靠。吼啊，唱很过瘾啊！麦克风有的还会转一下。其实是溃靠，我管你是哦，真的是厉害哈。对呀，你知道我都弄得都忘记诶，给它煮下去。有啦，那么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好友导游啊，米定料。料呢？啊，上不要过个这个，咱讲的这个姜黄，姜黄放下去，哎，其实就它的颜色非常的鲜亮，对耶，就表示它的姜黄素其实它的等级还蛮高的，嗯，而且基本上这个东西大小都可以吃，都可以。但是吼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些，它其实你看看，你刚刚产后，对，它可以活血化瘀的，有的那这个产后不是会有一些恶露啊，血要把它去除，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喝产后的。或者是说，我们的月经哈，那个不大顺，那每次来的时候又有点黑血，这个都可以用。但是也表示说，你呢，月经如果真是每次量都很多的人就不能吃啦。还有，如果你刚好是孕妇哦，阿德。活血没晒力的哈，对，基本上阿北西没当家，阿西不是，她都怀孕的时候是怀孕的过程，你最近有怀孕吗？没有吧？你就没有情绪，我洗澡的梦，哎，洗澡应该腰带，一般的人都很好，因为它可以叫活血化瘀，然后通经，然后止痛，它还可以什么驱寒。那什么时候吃比较好？通常哦，我们可以当成我们一般的食物在吃，所以你看早上的豆浆啊、牛奶都可以加进去，然后可以入菜。那我最吃的最那个的是一个，把它放在饭里面，那个饭热热的出来以后，把姜啊弄点水，这个把它趁热，把它搅拌以后，你会发现它很香，嗯，而且那个姜黄的那个味道不会很呛，像我们真正的中药在用的时候，它那个味道就比较什么，那个辣一点。那这个哈味道不大辣，一点点辣，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很香，香气有哈，嗯，好，我赶快往这个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哇，再把它收汁一点，啊，收汁我要加一点水，我火已经很小，还要再收汁哦，所以我不能加水，不能再加水哦，好，那这样已经收汁一点，好。拌一拌，而且维持这个好像是属于温补，对不对？这个它其实它的性味来讲哦，在中医的理论里面，一起看不一点点，它没有无毒，不会，不会燥热，它不会燥热，但是它比较温。哦，哎，如果我用，我不要用带骨的排骨也可以，我就肉不要那么多也可以啊。哦。就是那个纸牌的话，就是加一些油，就是哇，在煮的当中，它的钙质会有哎稍微释放这样子。但是我们骨头不会吃，但是它会渗透出来，可以帮助。是哦，对，好，最后咯，好，哦，撒上去，撒上去再炒一炒，好，但是不用撒太多，好，再一块，姜不用上去了哈，然后葱花上来，比较漂亮一点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准备一块来上菜啦。Thank you.
哎呦，而且这首歌呢是特别为我们明视的八点档给真量身定造的一首歌，好听呢，很幸福哦，很幸福又好听，一听就有幸福感的，我也有一张，我也要一张，好听，好听。好，那当然了，在这当中呢，我们也要再吃一下这个国家料理，对，养生也很重要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尝尝看哦，自己选，咖喱咖喱，好。我这块肉很多，我选旁边的。嗯，会不会太咸啊？还好，还好哈，可以来碗饭。感觉很下饭呢，真的。OK 啊 ，OK 啊，真的很下饭。嗯，其实我发觉姜黄跟肉还蛮搭的耶，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属于说我们说有那种辛香的味道。其实姜黄哈，对我们的什么人的那种呼吸啦、心情的都有影响，所以它可以对那种气滞血瘀啦，比如说刚刚那个慧玲的那个肩膀啊，常常不舒服啊，这种就要常吃这个，就可以在饮食里面，甚至我们可以在早上给它入菜，怎么样？哦，比如说这个，好，加上这个，哦，加在鲜奶里面，加在鲜奶里面，对不对？哦。慧玲，你的那个比较干的，我来用一下你的，你要不要加一点？好啊，加一点，加鲜奶里面，嗯，搅拌一下。啊，那等于是说，很多女生要来之前喝，还是说，如果你的姜那个我们说精血量比较少，那比较黑一点的可以喝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如果你的精血量本来就很多，就不要。那正在来的时候可以喝吗？正在来我们建议不喝，哦，来之前一下子来太多量，是，哎，平常是可以 OK 的哈。哦，好，但是也不要说过量，但是基本上很难过量啊，因为你跟食物在一起一点点，对，是。还行吧，不会多一种味道，哎，就是还是原本的鲜奶的味道。哎，那我想你要不要豆浆加一点？好，这个其实是不是用那个豆浆也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有人就直接用温水加一点也 OK 吗？也 OK 啦，就是品尝这个食物，它就本来就是一种食物原来的那种香味。啊，这对台湾来。哦，这台湾来叫底下来啊，对对对，它很多种哎，但现在外面市面上有那种什么红色的啦，就是从这个什么冲绳来的啦哈，对，它颜色比较深。那我们台湾宝岛的，它就是比较偏向这种秋姜黄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姜黄素含量很高，而且你像我们在中药用的跟这个又也不一样，我们用的是春姜黄。所以它的颜色比较深，比较苦一点点。因为它那个这个不同，有一点那个味道比较不一样。所以它这种，而且听说啊，我听说这个是什么常温哦，常温干燥，破坏力差，因为它里面很破坏力就比较不会呢，把它的这个姜黄的原来的这个活性就比较不会被降低，所以喝起来你就发现不会口渴。真的是保持这个原味安尼吼哦。我觉得还不错喝嘞，这个可以推荐给男朋友。男朋友？那没有男朋友的自己喝。那男女都很一般人都很适用啦，尤其是说如果刚好你就像我们现代人都常常会有这种气滞血瘀哈。气滞血瘀就是会干到背，有时候会手啊麻啊，或者是肩膀啊很紧的时候，就可以配合这种来吃一点。那基本上它这个姜黄有一些现代的研究，对于我们身体里面，比如说像这种胆固醇高啦、三甘油脂高啦。这个部分，所以高炸羊肉讲不罢，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不大适合。可是静脉羊肉假心后，就这个部分就可以用上去。哦，但是你的五星就没再用了哈。哦，了解，也直接可以入菜，这样也是还好喝呢。你有没有把它喝完？哇，这还不错喝，但是加在咖啡也可以，这是很好奇哦。但是它的味道其实还蛮能接受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香气不错。美凤姐，你没有喝咖啡吗？我有喝咖啡，其实可以加加看，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喝咖啡。哦，为什么？睡不着。早上就在担心晚上睡不着。我们不是怕姜黄，我们是怕咖啡。对哦，本身就很难睡了，那喝了咖啡又不拍空。我是可以喝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早上中午以前哈。中午可以一点以前我喝大概问题不大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两点以后一点以后我就开始喝，我就会不行了，而且越那个咖啡素越高的，我的哦，到晚上十二点两点我还眼睛都张着，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睡不着，我就说咖啡
哦，找出答案了。对，但如果平常的咖啡还好，可是如果是那种你知道吧，咖啡树越香的那种，我懂，我很爱喝，可是我不能喝，喝了就受不了。所以早上可以喝一点，早上我喝，但是早上我基本上喝少了，不喝多，免得越喝越多骨质疏松。哦，是哈，没有，但是他只是说有时候对心脏还算还不错，而且它可以利水嘛，利尿，利尿啦，所以这个部分还算可以，一点点，对，好，可以加着姜黄。好，寒冬过去，现在开始慢慢就是春天来了。那一年四季，我们调理的方式其实会有不同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咱台湾的骄傲姜黄，和大家做一下参考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光临，谢谢。好，哎呦，他干了嘞，我们尽量，我们尽量。哎，那我就来把姜白开水。